服啊？怎么回事？我的。阿凡提，我的衣服怎么在你这儿？什么眼神？我瘦了，就是10斤呢。我只能把我家的旧衣服拿出来卖，所以呀，我就要开这个跳蚤市场。我可没钱，那条裙子是我先看到的。谁有钱归谁。你就别卖那么贵了，便宜一点，大家都可以接受我啊！你帮我想个办法。我跳蚤市场给我搅黄了，我就该破产了，我。您这是要干嘛呀？哟，聪明绝顶的阿凡提，也有你不知道的事啊！隔壁社区都传开了，跳蚤市场呢，就是把家里不要的东西拿出来卖。哎呀，这我知道啊！我是说啊，您一个要开超市的人了，这跳蚤市场未免有些太掉价了吧？你们难道没有看出来吗？哎，看出来了，您胖了。什么眼神？我瘦了，就这10斤呢。这就是我开跳蚤市场的原因。自从我的身材变好了以后，我给自己啊买了很多新衣服。可是我家里的衣柜又塞满了，新衣服没地方放，我只能把我家的旧衣服拿出来卖。所以呀，我就要开这个跳蚤市场，刚好呢让你们这些没有用过高档货的穷人买我的衣服，这样不是利人利己吗？哼，我就不信了，八一家还能干出什么利人利己的事情来。就是，祝您生意兴隆。当然生意兴隆了，我这还没开张呢，2.15亿就抢起来了，我能不生意兴隆吗？我可没抢，那条裙子是我先看到的，我要是穿上它一定很合适。是他先看到的，但我下手快，是我先拿到的。一句话，谁有钱归谁。5个金币，50个金币。阿姨玛雅夫人，那些衣服反正都是您淘汰下来不穿的旧衣服，您就别卖那么贵了，便宜一点，大家都可以接受啊。爱买不买。来，欢迎选购，质量上乘，价格低廉。啊，东西有的是，大家可别着急啊。这个阿姨玛雅实在太过分了，我们跟她住了这么多年的邻居，她连个折扣都不给我们。我想我穿上那条裙子一定特别好看，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能够让这条裙子归我们所有。什么什么？只要阿姨玛雅的跳蚤市场没人光顾，我们就能低价的买到了这条裙子。啊，好呀。眼尖得很，别让他发现了我。哎呀，阿凡提呀，女人就2个字，疯狂，疯狂。你帮我想个办法，把阿凡提那个破跳蚤市场给我搅黄了。哎呀，他
东西卖得那么贵，不用我搅和，自己就该倒闭了。所以说，女人就两个字，疯狂。你说，就那么几件破衣服，还有人抢着买。开始我以为阿姨妈呀就卖点旧衣服，我觉得还挺好。谁知道她越来越疯狂，把家里能卖的不能卖的全都打出去卖了。我给八吉买的那个遥控小汽车啊，才玩了几天也被他给卖了，还有我那条皮带，你知道我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吗？八姨的东西肯定不便宜。我一问他卖的价格，我的心都快碎了，他只卖了三根胡萝卜的价钱。阿凡提，我求你帮我想个办法，要不我就该破产了。我市场是啊，我姨妈现在都上瘾了，什么东西都拿走卖。开始我也觉得挺好玩的，可是现在我所有的玩具都被她摆出去了，说是我长大了不适合玩，可是那些都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呀。我怎么舍得。其实我们也很讨厌那个跳蚤市场。八吉，要不我们想点办法让他没生意。哪儿那么容易，不信我带你去看。他这是怎么了？晚上也不收摊。他说要通宵营业，从晚八点到早八点，所有的商品八折出售。打折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呀？慢，说小点声，别把他给吵醒了。八姐，要不然你当内应。我可不敢。你想到了一个主意啊？我们来负责吸引阿姨玛雅的注意，你就负责把她的货品藏起来，怎么样？可藏到哪儿啊？藏到我们家，她绝对想不到。对，真的。到那个时候，她的跳蚤市场办不下去了，我们再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东西还给她，到那个时候她就没有顾客了。好主意。阿姐，你帮姨妈看着摊子，姨妈回去算笔账啊。哎，好嘞。阿凡提，你怎么还要闲情在那遛弯啊？你帮我想办法，你说哪里是缺钱办卡？这，放心吧，我已经帮你想出一条万全之策，保证是让那阿姨妈呀心甘情愿的把这跳蚤市场关掉，而且呢还不受任何损失。太好了，这碗粥那把骨头炒，阿姨妈呀说我一直不用要给卖掉，那叫收藏，那什么都不懂。找到了，找到了。什么？就这么一个小猫，管什么用啊？这是跳蚤。这跳蚤怎么样？哎，这可不是跳蚤市场的跳蚤，是真正的跳蚤。大嘴猴给了我十只，土司机给了我五只，狮子猫给了我八只。哎呀，别说了，我这浑身上下都痒痒，要插有什么用？有什么用？这可有大用处啊！你呀、撒一些这些跳蚤在阿姨妈呀的旧衣服上，这样的话，她的那个跳蚤市场可就关门大吉喽。哎呀，阿凡提，你真是太聪明了。咱们让阿姨妈呀的跳蚤市场名至实归。哎，八吉呀。你姨妈呢？在屋里算账。哎呀，这条裙子我没看她穿过呀，这哪是旧的，明明就是新的吧。你快看看那边还有新的东西没有啊？快看看。好好的看东西啊，不要玩。我劝你还是有点
子宁把这条裙子留给我，我是胖的，我可以减肥，你是无理取闹，我受不了你，给我，我也受不了你了，给我，我不卖了。啊，不卖了？对，我不卖了，跳蚤市场我也不开了。八姐，快收拾东西。哎，哎呀，老婆，老婆，老婆。这么好的跳蚤市场怎么说关就关了呢？这给社区带来多大的损失，给咱们家带来多大的遗憾呢？老爸、啊、我亏大了、哦、我算了一笔账啊、哦、卖旧东西根本不赚钱、哦、我得把旧东西卖了还要再花钱买新的，这么不划算的生意我才不做呢。哎，这条裙子也不卖了吗？不卖了，等我胖了还能穿回去。哎呀，还是老婆最好了。八姨啊，八姨，阿凡提，咱那个秘密武器你用了没有啊？糟糕，七点了。哎呀，好痒啊。等会阿凡提出的馊主意，听说为了给八姐治跳蚤把头发都剃光了啊。你这么大的时候那可都是第一名。不可能，他现在还写粗别字呢。那是他一时疏忽，考第二名都不好意思回家的。平时那个聪明劲儿啊，简直就是才貌双全，出口成章，志向远大，风流倜傥。要不是这样，我才不会嫁给他呢。你妈，你那时候就想嫁给他了？我是在夸他聪明。现在时刻，居民们都听着，从这个月开始，我家所有租户的租金上涨50%，欠了我家钱的人利息增加1倍。大爷，你有没有搞错呀？上个月刚涨，我怎么又涨啊？我也没有办法呀。八姨，八姨，干什么？你这样平白无故的涨价，太不讲道理了吧？嗯，什么叫理？有钱就是理。我还告诉你，我八姨从小就是这样的人，宁可我负天下人，也绝不损失一毛钱。你这样做对得起自己吗？我这样做最对得起的就是我自己了。好了，我不跟你废话了，一会儿建筑公司的人就要过来量地了啊。把钱准备好，我明天过来收。这块空地是要给孩子做游乐场的。那就由不得你了，阿凡提，准备好租金，我要来收租了。你，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吗？没得商量，这事难度太大，消耗我那么多能量，至少3个月才能养得回来，所以必须8次。5次。7次，6次，成交。你们俩不好好保持，在那干什么呢？还不是你那个姨夫，为了干收拾赚钱把空地抢走，我们还不赶紧趁公牛还在多跑上几圈吗？哎，我跑第几圈来着？哦，哎，那你干什么呢？我这瓶子里装着什么好东西？这里装的是我们即将失去的空地上面的空气。空气？你要空气干什么？回忆。我看你们俩人还都有点神经喽。我们这样还不是因为你家里那个万恶的八姨闹的？就是。可是我听我姨妈说，我姨父以前是一个才貌双全、风流倜傥的人，我怎么没看出来呀？请问现在几点了？7点了。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你是阿巴幸福社区的吗？看着眼熟，就是你想不起来了。来，我叫八旗，今年3年级。你呢？你好，我叫八乙，也上3年级了。啊，你是八乙？太像了，你就是小时候的八乙呀、啊！哎呦，哎，姨妈，那个，这就是那个风流倜傥、出口成章的小姨夫。哎呀，错不了，错不了。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还没有长圆的小肚子，还有这个还没长红的酒糟鼻，尤其是这个小眼神，这不是你姨父还得是谁呀？哎呀，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姨父去，见证奇迹时刻到了，老爸！姨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咱俩一样大，你就别叫我姨父了。我记得我当时正在写作业的时候，突然白光一闪，嗖的一声，我就到这儿了。哎，这是什么地方啊？这就是以后的阿巴幸福社区。哦，刚才那个疯女人就是你老婆。啊，她就是我老婆。哎呦，未来的我好惨呀。惨不惨就留给以后的你吧。哎，你学习不是特好吗？来来来，先帮我把寒假作业搞定了。哎，姨妈，你这个大骗子。哎，怎么了？姨妈怎么骗你了嘛？姨妈，你自己看看吧。你不是说我姨父小时候啊非常聪明，学习特好吗？这就是他的水平，我这学习算是没救了。我看看怎么了？良药苦口利于病，米饭挺香甜肚皮。哎，不错，工整。得了吧你，还工整呢。八吉，姨妈不是有心骗你的。你姨父小的时候啊，确实是聪明好学，可能是他刚刚来的时候有点时空不符吧。米饭好香甜肚皮，挺好的呀。挺好什么呀？回去，你还不如你外甥呢。小莺莺，翟莺莺，这大阴天的在这晒哪门子太阳啊？不好好报时就在这偷懒了吧？阿凡提大叔，我们向您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也是我们新聘的助理八姨。啊，他就是小时候的八姨，我们这么使唤的，这是不是得解气？他虽然是八姨，但是你们也不能这么折腾这个孩子嘛。那你也不想想八姨平常是怎么折腾我们的？阿凡提大叔啊，我是心甘情愿为大家服务的。八姨，我的枝叶还没剪完，你怎么就跑了？哦，对不起，我马上就去。哎，八姨。啊，今天的报纸呢？哦，抱歉，驴大哥，我马上就去。马上？难道要骑上马才能去吗？哎呀，行了行了，别折腾这个孩子了。这个小八姨其实是不好了，不好了，咱们的空地被大石头占领了。啊，看来八姨心眼多，是先下手为强了。那我们以后去哪儿玩？看来他对空地的感情比我们还深。啊，小八姨，你怎么了啊？长大以后的我，怎么变成这么坏的一个人了？我不要长大。哭也没用，该腾地方赶紧给我腾地方。房租该交了。哎，你就是小时候的我。八姨，干什么？八姨啊，这个小八姨从过去回到现在，就是想看一看现在的她是不是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人。可是现在的小八姨很失望啊。你好好想一想，你自己的所作所为能不能对得起眼前的这个自己？我当然是一个大家都喜欢对得起自己的人。是吗？当然。那我问问你，你难道不是一个欠别人工钱不还的人吗？我不是。哎，八姨，你干什么？有，我还要再问问你，还要什么事儿？你不是要抬高房租和借款利率吗？我那是跟你们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哎，一切照旧，都照旧。真的？对对对。看来长大以后的我还蛮有幽默感的嘛。是啊。哦，我想明白了啊，原来空地上的这些石头。石头是我暂时搁在这儿的啊，一会儿我就搬走。哎，小朋友们，空地保住了。这个阿凡提，他竟然把小时候的我找来对付我。谢谢你长大了的我。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回去以后一定要继续加油向你学习。等长大以后一定要成为一个像你这样有爱心愿意帮助别人大家都喜欢的好人。舒服，太舒服了。再大点力气，你没吃饭呢？这可是
最后一次了。还想蒙我？这才是第一次。救命啊！是我阿凡提。